继续来关心从用空腹研拍工也下是第十四年的先前送风听一百大哈有无结果故作一百正义很忙的事实桃园市空腹研怎样工费今天下午出席从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门口演出了行通卡加条批评公司感染爱取消航班了按多钱加条没无爱对劳工好好地位我们不知道这个罢工哈，要到什么时候？哈，公司才要把这个50亿哈，通通花光哈，通通烧光。许多从用公司开门后演出行通桥，从用空服员拍工争议，双方激烈对立。从用航空基金全部在个取消航班，对前年11月到19今年在个取消491班，桃园当年损失至少有11700万元。公费面批评公司今年当年了钱，每年好好对待员工。到今天已经花掉了23亿的金钱，他却不愿意拿这一些其中的零头去来跟他的员工做争议的劳资争议的解决的方式。长荣，你们为了歼灭工会，宁愿牺牲所有旅客的权益，飞机不飞，烧钱。来歼灭工会，然后把这个不带乘客的这一个部分赖到员工身上。面对罢工，从容之风失势，对两年一次罢工多金，累计损失已经有23亿6000万元。还听外同空服员拥抱，不过时间投久的对空服员没摩天车又加好。唐工一下已经有超过400个空服员需要同工会拿转罢工三方争先，不过工会没出来澄清。工会目前取回三保的人数是113位。好，那113，那我们是现在还持有的三保数量是2100位以上，对，2100位以上，所以我必须要严正的澄清这件事情。长荣航空公司说的这个400位是不存在的。空服员罢工无买进站，虽然胸外拿转三方增添的人数，从用同工费两片的工法盘黑有受涨，不过确实已经有多位工费成员争议上班的。第一批停一百大厦不成功后，资方无再个明确提出下一百大厦的时间。双方继续硬对硬，一场罢工争议按样结束，强拍还有后边。下个新闻，请准前奏，台报道。